大家好，我是野猪龙明，欢迎玩魔兽世界。哦，这一局就来打一场法师的 range 啊 ，N 十吧？哎，没有 N 十一，阿塔。Hello。外来者，神庙现在属于我的主人。昨晚马上就为外子打散，食人妖帝国就要覆灭了。还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高一点嘛，你这个头太低了吧？我也算是有给你时间拉的呗。爆发刚好是砸在他的脸上的，砸在那一只小怪脸，所以他抓不住也就好吧，算他正常吧。他这么苛责野兔。
烤鸭啊！你要玩你？我想说奇怪，我旁边应该没人才对。有是有的，也是有的。我现在没目标，不需要再靠。到底会不会亡啊？对啊，DK 仇恨这么低，我还真是第一次遇过哎。我真的累。他被打碎心吗？感觉，对，感觉没有。难怪仇恨那么低。最基本去抓技能，会有费血，费血一定不够，费血。就一定要靠那个一定要靠水星。
坏处。脏哎、欸！我他妈都 OP 了，哎！妈还没断到，差不多已经过来了，夸张！
的会打到吐血。Noni我没想到他白痴到去拉那一只告诫者，我真的没想到。
我早就养了哦，我养最重要的那一只哎，干，他就被你拉过来，靠背不能动吧？啊、好搞嘛！你速度超很低，我就都算了。你真的是哦，干，不要那么白痴好不好？妈的，我都已经控斩了，你他妈来给我破！啊，这个又来！我操，还有林北反应够快，再来一次。喷呐！这样子打不了加一的。感谢你们把祭司杀了，
我对神庙的控制只会越这个两只好像不够，算了。没加一也没关系啦，会过就好了。不要想太多。咦，先开王。没关系啦，没加一就没加一。没加一我比以前两件事情。小女孩，快逃！小女孩，快逃！小女孩，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放心。
我们养那一只，就有不可控制的变数啦。430的猎人跟一个424的惩戒器，好了，不要想太多，过了就好。好，这一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接着来，这把来打一场法师的，这是 N13 蛛王吧？对，13蛛王。欢迎来到守卫食人妖国王的陵寝。真希望我能亲自迎接你们。我的力量占据了这里，仙人的灵魂已经束缚于主人的意志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放心。放心。我要先找到我。哇，你还两波啦！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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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的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他不该这样拉的。你有一只虚无特使，你有一只虚无的在那边喷你。时间不够啊，断法时间一定来不及。对，这是。来不及了，我可能来得及。你两只哎，一只都可能漏断了，何况是两只。
5, 4, 3, 2, 1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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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打到死，但他输出很高，是没错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小女孩，快逃！没有，他不是不会打，他是。他是躺打，对，他那个不是不会打。看得出来就是张智慧打，他如果不会打的话，是不是不敢打很高啊？虽然输出跟有些人可能同本打的很强，然后大米不会打，这当然也是，是看得出来他应该不是，对他应该不是不会打，对他是。整体输出3万，可是其他的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他应该在说不奥利奥啊，你干嘛不奥利奥？晕的！
哦，没有哎、欸，他真的是在跟我讲，妈的，老子不死呀、啊！你想怎样啊？晕嘞！妈的，你开场不会先看一下你的队友是什么种族？看，晕你先跑而已。跟你讲，晕你只敢跑，晕你直接把你打死！我告诉你，妈的，我大招还留着呢。小女孩，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塞满了尸体，所以才造出魔像，捉了这些病死的人。我敢说他。然后右边还加一只海潮，哇，这里面配置太靠背了吧？等一下哦，先看他怎么啦。人因此灭绝，神庙内塞满了尸体，所以才造出魔像，捉弄这些病死的人。
右。掉来就给他死亡，怎么超强的？我才打三万一而已，我就觉得我个我已经极限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目前已经极限了。都不会靠近你，放心。
心。放心。哦吼，闪现，赶快跑！播吗？下一波要打了，对吧？这边没办法跳啊。我的喷不是只没喷到啊，太远了，我站太远了，对，我站太远了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
5 4 3 2 1，当心！当心！干！我没看到 CD。放心。那我的冲三小啊我。放心。看来是得我放开了。放心。心知肚明，已经逃不出古汉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
我脚短。这怎么死了？OT 哦。对方啊，你们我要扒了你的皮，我赐予你死在我手这一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